Hey, 大家好，我是 Kissy， 我是来自 Raymond 下线陪你的主持。这样子是我来了我们的第一场的 GHW 了，真的哇，很期待。其实一听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想都没有想，我们整个组织了，我们真的投资了整25张票，就因为哦，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，这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啊。怎知道爱康就出现了这个 GHW 啊，让我们简单、容易又可以学到哦。所以今天出席了过后哦，我真的哇，我整个流程啊，我很开心哎，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。让我们知道健康重要性，然后可以告诉我们蓝藻的重要性，很简单，5分钟就可以明白了，把蓝藻可以学上来了。然后我们还有 practical 哦，我觉得这很好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起来过后哦，没有时间去实习啊。但是今天哦，有时间让我们互相去实习，过后不单止哦，讲年轻人啊，讲健康问题啊，讲全我都是很健康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今天在 GHW 啊。KGL 又让我们有5分钟的挂沙去 test 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哦，真的每个年轻人挂了过后哦，原来年轻人的身体是这么严重的哦，然后他就讲我们从这开始就开始分享蓝藻了，整个过程让我们知道哎，很简单，很容易，又可以看到那个沉下的沙，够不单止了，最后哦还教我们怎样通过健康这生意哦，然后赚30千啊。哇，太简单了！然后他教我们怎样去分享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蓝藻知道很好，然后知道爱康的蓝藻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健康，就是看不到这个机会哦。连最后这个环节，让我们教我们怎样去分享的机会，以简单容易的模式去分享，就可以赚30千哦，这太棒了！然后8块钱而已哦，就可以掌握到由头到尾完全学习到完，在短的2个小时里面哦。所以哦，这 GHW 哦 ，GHW 啊。如果再有的话，就是每一场我都希望我每个主持人都全部都踊跃的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真的太棒了，因为太简单了。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，真的一定要买票，因为票真的是很抢手。我们买到要抢票，到最后一分钟也是在抢票，今天是爆满的。我相信在每一个的GSW 肯定也是爆场的。我分享到这边，谢谢。